哟，继续可以搏击的搏击机，搏击的搏击机，搏击的搏击机。咁啊，上一集咧，我哋就同阿赤音姐姐，赤音姐姐系嘛，嗰、那个虾我哋嗰个受害人嘅阿家姐啊，虽然佢死咗啦 ，OK。咁啊，家姐就要揾细佬，咁我就揾朋友。咁然后我哋两个咧就夹粉夹脚咧，就揾咗个锄头喎。呢个锄头就系将呢四个屎坑一个叫开关关开系嘛，系啊，我唔明白。咁样都系一个机关嚟嘅，真系。大家不妨以后啊，翻学校嘅时候啊，试下将啲屎塔啊开关关开关开关关开开，可能会有意想不到嘅发现咧。OK， 仍然系好多咧铁砂掌喺度嘅。我谂紧个铁公门嚟开道门嘅咧，可唔可以锄爆佢？系得噶。哇，佢睇血迹，你睇埋赤音姐姐嘅。二巴血迹，好啦，我哋去。佢话有道门咧，需要用铁钩先开到嘅，咁我哋揾下道门，到底边道门先系先？定系女厕入边嗰个锁住咗自己嗰条友，我哋用个铁钩打开佢咧 ？Yes，Yes， 冇错，道门坏咗。啊！竟然用喺个咁嘅地方，冇搞错啊！个铁钩用嚟爆开人哋道门嘅，即使人哋屙紧屎都好，人哋屙完屎，嘣嘣嘣 ！Hello， 你好嘛？你系边个啊？你系咪人嚟啊？佢你又做乜嘢啊？哦，欺凌嘅姐姐 A 啊，唔系欺凌嘅细路仔 A， 姐姐仲有古力同学吓。即哦，系第二个嗰、那个欺凌嘅细路仔 C 先死咗啫，而家系欺凌嘅细路仔 A。嗯，你哋识噶？嗯，同班噶。咁你快啲多谢佢啦，系佢叫我一齐揾你噶。多谢你啊，古力同学。嗰、那个对唔住啊，总系虾你。你唔使道歉啦，我都冇在意。都已经半夜啦，你喺度做乜嘢啊？其实我同朋友喺度试打嘛，但系佢哋途中觉得好惊，啲朋友又掉低咗我自己翻屋企啦，你俾我咬底啦，对唔住我啊！我打算翻屋企嘅时候，突然之间俾啲奇怪嘅妖怪追住，所以就匿埋咗喺度啦，有啲急屎啊嘛，系咪先？哎呀，真系啊，阿妈好担心你噶嘛。哎呀，总之啊，我哋会揾呢个离开呢一度嘅方法，你又匿喺度先啦。吓、啊？仲匿喺厕所打都唔系啩？好啦，出发啦，千岁。嘿，吓，真系，加油啊，古力同学！我哋撞爆佢道门，跟住今日点啊？喂，大佬唔系啊嘛？喂，我唔合乎逻辑啦 ，OK 啊嘛？咩啊？有人喺度？呢个声音喺黄昏嘅时候都喺公园听过噶。哇，咩声啊？哇，做咩啊？哇，做咩啊？哇，好惊啊！喂，有人追，哇，呢个咩嚟噶？哇，啲暴风追住我，哇，好惊啊！救命！我咪要逃避佢，逃避二十秒。OK， 二十秒，捉伊恩 ，Let's go，Come on man，Come on！ 哇，想追我冇咁易，我系捉伊恩嘅冠军嚟啦，嚟啦！哇，过嚟，我仲有七秒，哇，射！仲懒口响咁，你听我，奇怪啦，我的确。变咗一片茄汁，用嚟揽薯条系最好味啦！有笑啦，有笑啦，嚟啊嚟啊嚟料啊嚟啊！今次我今次我实实唔会俾你捉到啊！嚟啊过嚟啊过嚟啊过嚟啊！继续哟，好在我系跑得快过佢嘅啫，咁我完全唔惊啦！嗱，咁样快，哎哟，哇，好惊，得啲，喂，轻松啦 ，so easy 啊嘛，真系，玩到我啲爆啊，拉下路呢嘛真系，过嚟真系攞笨，哈，睇卡住咗。哈哈哈！拜拜啊你！嗰个巨大嘅人消失咗，就系佢啦！袭击我嘅人，吓！哇！头先我俾佢袭击一嘢，俾佢压扁喎！阿赤音，阿赤音姐姐你真系犀利啊！你就系嗰个巨大嘅人袭击赤音姐姐嘅，小鸠酱，你冇事啩？哎呀，能够令到你担心佢，你哋一定相处咗好耐噶啦！啊，其实系。唔系好耐之前识嘅啫，吓真系噶？但系即使相处嘅时间唔长，小沟将都系我重要嘅朋友啊，系咩？咁啊要尽快揾到佢啦。哎呀，
好啦，但我哋点样揾到佢咧？可以？我觉得呢个时候应该要上三楼噶啦。等我上下三楼望下啲咩分别先。应该三楼，诶、欸，哇，只咩嘢？有只老鼠过过去，啱啱见到，咪老鼠嚟嗰只。喂，做咩？讲起嚟，你同我嘅妹关系好唔好噶？点解要问啲咁嘅嘢啊？冇啦，作为一个姐姐，有啲在意妹妹嘅交友情况啫。今日系嘅。其实我同你妹妹系一个好朋友嚟噶，只不过好似讲大话，我想讲。唉，你又讲大话系嘛？点解你会知噶？你啊，正常嚟讲啊，都唔会有将自己嘅朋友称为你个妹噶嘛，系咪啊？俾人发现咗啦。好啦，咁以后你都唔准对我用敬语。吓、啊，我唔系好明白你嘅意思喎、啊。一直咁拘谨嘅话，就唔可以成为朋友啦。对我妹又系，对我都系。啊，赤音姐姐，你愿意同咁样嘅我成为朋友啊？梗系啦，好啦，行啦，冇时间再倾啦。嘿，哦，赤音姐姐愿意同我哋作为朋友啊？好朋友啊，呢家只老鼠喺度嘅咧。诶，喂，去捉老鼠。喂，哎呀，只老鼠入咗去喎。上咗锁，入唔到去喎，搞错啊！臭老鼠，点样捉佢呢？有个方法捉住佢先得喎，睇嚟。喂喂喂，唔俾，攞翻嚟。啊哈，又捉唔到佢啊！喺图书馆请安静，全部都睇唔明嘅书。究竟有啲咩用嘅书？啲书本都冇用嘅，但我就要揾个方法可以捉到只老鼠先得。再嚟个，再捉个老鼠。今次我行呢边，冲啊！吓走你，死未？哼！诶，只老鼠口入边好似有啲乜嘢咁喎。ちょっとお借りします。借我一用，即系点啊？佢伸手入去呢个老鼠嗰度。拎嗰啲嘢出嚟，吓、啊、得到某人嘅笔记，究竟笔记点解会喺只老鼠嘅口入边噶？佢走咗啦，佢。诶，望下先，某人嘅笔记。问题，你个名系乜嘢？请输入名字。吓、啊？我打唔到啊！会唔会用笔咧？边度会有支笔俾我写笔记呢？咦，仔细一睇嘅话，呢度可以输入密码噶喎。吓？哦 ，OK， 要输入我嘅名字啊。千岁个岁字喺度，千岁。咦，咩事都冇发生过喎、啊？呢个咧，啊，愚公啊，就系你啊，啊，啊，终于揾到啦，哇，揾死我啊！呢个三个字，可以打开咗 ，yes， 图书馆进入 ，hello， 呢个咩地方嚟噶？呢个全部都睇唔明嘅书，禁止攞走资料。咁我攞咗啲资料佢先，啊，唔系上一个月嘅新闻，9月21日，6月20日喺市内嘅第五中学，一名男学生遭遇交通意外而死亡。但系根据当地嘅居民嘅证词，喺琴日深夜目击到嗰名嘅男同学。根据证词，目击到男同学嘅位置为市内已经停驶咗名为雨叔嘅公车站。嗰、那个男同学搭上咗公车之后，然后就消失咗啦。即系话小沟章其实系死咗噶啦，可能佢搭上呢一个雨叔公车站，但系俾我哋阻止咗。系啊，佢就投唔到胎，所以就同你做个 friend 系嘛。有好多同样嘅证词，呢、这个不可思议嘅事件令到警方都未能够解决。喺
20年前嘅新闻。10月12号，今日喺市内第三中学发现一个女同学喺中庭死亡，会唔会系小偷呢？根据呢个警方嘅调查，发现嗰个女同学被同校嘅学生欺凌。询问过专家嘅意见，大多都认为系因为被欺凌嘅压力而自杀，而唔系杀人事件。但系几日前发生欺凌嗰个女学生嘅几位学生遭到巨大嘅鹰袭击嘅事件，吓嗰啲鹰啊嘛，头先嗰啲啊，虽然只系受咗一啲轻伤，但呢件事难以认为只系偶然，喺当地嘅居民之间轰动一时。鹰就系啱啱袭击我嗰个，啊，嗰啲巨大嘅鹰，日本应该系冇噶。他突然间飞去学校边，然后袭击我哋。仲有关于呢一个20年前嘅新闻所记载嘅鹰，呢个一定唔系偶然，一定有啲乜嘢重大嘅秘密喺呢个地方，可能同鹰有关系。呢个地方可能同鹰有啲咩关系呢？既然已经决定好，咁就马上开始调查呢一个啦。啊？唔使慢慢调查嘅。现代的世界有更加方便的东西，是啊，上网找是吧？方便的东西，你没有手机吗？嗯，没办法呢，那我来呢。哎，奇怪了，做什么？闭了，没电了。为什么会这样？不如去用电脑啦，现在国中应该有些电脑教室的嘛，去找一下啦。哦，这个时候就要去 PC room 了嘛， OK。好了，终于可以去 PC room 啦。我去打机系咪啊？玩电脑，玩 Boring Man， 玩 LF 多系咪？嗱，呢个时候我哋去电脑室，但我哋冇电脑室嘅锁匙，我哋点去电脑室咧？系咯，吓？我唔理啊，照行一个先啦吓。OK， 我记得电脑室系一楼嘅。Let's go and find the computer room。靠！哇下！喂，我一下个个弹出嚟，哇！真系点避啊？系得啦，我死啦！拜拜 ，Jack。好彩刚刚行过有 safe 啫。过嚟啊，下个一笨，下个走啊！救命啊！佢又嚟追我啦，黐线噶条友，救命啊！诶，做咩啊？咦？去边啊？我？啊！啊！啊！实在好难明白。OK， 算啦，可能我要……哇！有冇狗才？竟然追杀我！你个变态嘅巨大怪物！巨大怪物！巨大怪物！我等你几时走？吓、啊！我跑到你肯走为止，系啦，跑到个音乐都唔恐怖啦，已经。佢仲追紧喎佢，跟住茂里仔仲追紧喎，茂里仔仲追紧喎，走啊！救命啊！茂里仔啊 ！Help me！ Oh no！ Oh no！ Oh！ 我唔会认输嘅，冇错。继续追我啦，我唔认输啊！嚟啊！我上二楼，追到我四楼，哇！有窿嘅，有冇搞错？哇！你上边啊？上边啊？去边啊？吓、啊？做乜嘢啊？我睇嚟我唔可以去左边喎、啊，我去左边会跌死喎、啊，点解会咁样？好神奇！够啦，够啦！赤鱼，你唔好再用你个阿朱噶，你唔好用你个阿通牙继续搵我啦，我好惊啊 ！Help me！ 救命啊！赤鱼跌咗，又死咗。又死咗 ，OK， 大佬啊，俾啲明確嘅指示我啊，即系我暂时呢一个 RPG game 做得最唔好嘅地方就系我都唔知跑去边度，我系完全唔知跑去边度，好啦，即系唔可以向左行啦 ，Hello， 哦，咁我继续跑上去又唔得喎，好似，右边，喂，右边又唔啱。好啦，究竟我应该去边度呢？咁咧直接走出去呢？系唔系喎？并唔系咁样做啊！
并唔系咁做啦，或者我系咪应该去厕所？我去厕所，去厕所，去厕所。喂，切！佢跟我入厕所啊，老细。哦，我记得啦，我记得二楼咧系有个地方可以匿埋嘅。我觉得应该系咁样噶，我入去二楼嘅厕所。Let's go to the second floor toilet。入厕所。嘿，搵个唔到佢。冇事，佢走咗啦。走咗未咧？佢 ？Yes， 哇，太好啦！啱啱嗰个人已经走咗啦。啊，头先嗰个人嚟嘅咩？身体好大，而且都感觉到啲好奇怪嘅恶意啊！哎呀，总而言之，好担心小沟章啊！快啲搵佢啦！Yes， 终于搞掂咗佢啦！废柴，呢个废柴巨大怪物啊，想扮赤软，想牙通牙我，好在我识影分身术啫，系上咗锁嘅。咁边一度可以有呢个电脑室嘅锁匙呢？好啦，经过三番四次辛苦嘅。逃亡阿通牙嘅追杀系啦，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啦，冇错啦。如果大家又想睇波子玩雨叔公车站嘅寻找小沟的故事，系咪小沟的故事？有记得 like subscribe， 我哋好快出下一集噶啦，下一集再见啦。波子的波子机，拜拜。英之蟹有个咁样嘅车站嘅咩？嗯，我冇听过喎。但系如果头先遇到佢英同呢个传说有啲咩关系嘅话，咁点解我？啊！后面做咩啊？诶，小沟，小沟突然间闪咗出嚟啊！佢真系鬼啊！佢，你哋做紧乜嘢啊？